前面汉堡都没有多东西可以打，所以吃了就变体力就爆了。没有，体力可以免费拿哦，不，血力可以免费拿，整第七天就好了。对你花钱只是早一天拿到而已，所以这很低。不是我在那个海南德姆，摸不到。花钱先拿到，对，就是你只要抽到雪莉的话，你就可以多拿10碎片，不是省碎片，是你可以多拿到10碎片。就是你先用雪莉之后再完成这个任务的话，因为他会给你60碎片，你就变你可以升一星之后还多一个碎，对，多10个碎片出来。好像可以耶，听说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先留着，听说了。先退，不要跟他撞，跟他撞不划算。看我大雷丁冲啊！这个就要把它引出来。来吧，大雷丁，冲啊！这大雷丁把这古稀先爆掉了。哇，撞不到！第一次查用的机会不太多，这个不要进去危险，停着好了。还是没有摸到那个，这次还是啊，差一个。差一步。我想说冲进去就吃招啊！哇，这白痴，冲进去，果然。把学习卡接着爆，他没爆。像我好像保不住，理论上应该是绝对保不住。
靠，我连力量都保不住。好像是古稀拉过啊，想办法拉好了。这回合，还是要再上一回合，搞错了。不撞了、啊！哇，这骨头太痛了吧！终于直接蒸发，不是我要拉过来，根本拉不过来，拉不到。好了，先不要打他，先拉那只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把这只该死的爆掉之后，就挨一下这个就好了。上去，看上去找死，不要。又没死。我靠，这投石车太强了，是我太弱。好了，在这边也不行，得盯。砍不到，这个难打哎，好麻烦。直接把它拉出来好了。
你就会走出来。伊斯塔打得赢吗？我好像保不住伊斯塔，应该是帮他挺一下的。哎，丽斯塔没死，丽斯塔竟然撑住了，吓死我了，丽斯塔。我摸不死。摸不死，摸不死，我雷丁上去非常危险。你上去弹那个步兵不是个好方法。可惜没有到宝，我刚刚用过了。好，能量会在这个身上。OK， 没血，撑得住。OK， 撑一下就好，撑一下就好。这个一个第二次就摸不到，对，第二次摸不到就可以安心出击。撞开！好，错错错错错！我有神位的情况下，一定是可以把这只 A 死的，再把血补回来。OK OK， 好，来玩吧 ，Go。哇，这烂的衣服！这边有点危险，我们的。我就要牺牲一只雪莉呀、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地震，我看是一定要吃。
雪莉的雪莉了，哎呦，他没有走。好，硬吃帝王下，我要剑舞。剑舞，糟糕，剑舞被我被禁了。靠，他卡住我所有的位置。机车。毒。啊，对，不用打，哎、欸，要打要打，先雷丁，哇，这个海兵要死了，又没死，还是没死，血力赶不上，只有我血人没血。怎么打？哇，没死，我也没招。是从十回合，等一下，可以接近我干掉了。我前期卡这最后一下都有用了。哦，十二回合，我们就直接十回合，他们拼。